民进党不礼让，柯妈枪互不相欠，柯批没有谁欠谁。记者卢官飞、林静民台北报道。台北市长柯文哲妈妈何瑞英接受三立54新观点访问，谈到民进党礼让议题，对总统蔡英文放话，如果你要自己提名，以后我们都互不相欠。柯文哲事隔一日受访，有些语塞回应，没有谁欠谁，替国家做事哪有谁欠谁。柯文哲表示，我们每天做的事情自己处理，外面的事情无法控制，外界解读柯妈跟民进党撕破脸，柯表示自己态度一样，每天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。柯妈妈火力全开，不止谈礼让，更透露柯不排除选总统。对于柯妈咪现在不用把话说那么白回应选总统一事，引发外界联想，柯回应，对我来讲，把市长连任才是最重要，想东想西干什么。柯妈妈上节目发言成为话题，柯感叹不要出来受访就好了，但也了解这就是父母疼子就会回嘴，透露未来会请柯妈妈别再上节目，也将请市府控制让柯妈不要出来。台北市长柯文哲，图记者林静民社，记者卢官飞、林静民台北报道。台北市长柯文哲妈妈何瑞英接受三立54新观点访问，谈到民进党礼让议题，对总统蔡英文放话，如果你要自己提名，以后我们都互不相欠。柯文哲事隔一日受访，有些语塞回应，没有谁欠谁，替国家做事哪有谁欠谁。柯文哲表示，我们每天做的事情自己处理，外面的事情无法控制，外界解读柯妈跟民进党撕破脸，柯表示自己态度一样，每天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。柯妈妈火力全开，不止谈礼让，更透露柯不排除选总统。对于柯妈咪现在不用把话说那么白回应选总统一事，引发外界联想，柯回应，对我来讲，把市长连任才是最重要，想东想西干什么。柯妈妈上节目发言成为话题，柯感叹不要出来受访就好了，但也了解这就是父母疼子就会回嘴，透露未来会请柯妈妈别再上节目，也将请市府控制让柯妈不要出来。台北市长柯文哲，图记者林静民社，记者卢官飞、林静民台北报道。台北市长柯文哲妈妈何瑞英接受三立54新观点访问，谈到民进党礼让议题，对总统蔡英文放话，如果你要自己提名，以后我们都互不相欠。柯文哲事隔一日受访，有些语塞回应，没有谁欠谁，替国家做事哪有谁欠谁。柯文哲表示，我们每天做的事情自己处理，
外面的事情无法控制，外界解读柯妈跟民进党撕破脸，柯表示自己态度一样，每天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。柯妈妈火力全开，不止谈礼让，更透露柯不排除选总统。对于柯妈咪现在不用把话说那么白回应选总统一事，引发外界联想，柯回应对我来讲把市长连任才是最重要，想东想西干什么。柯妈妈上节目发言成为话题，柯感叹不要出来受访就好了，但也了解这就是父母疼子就会回嘴，透露未来会请柯妈妈别再上节目，也将请市府控制让柯妈不要出来。台北市长柯文哲，图记者林静民社，记者卢官飞，林静民台北报道。台北市长柯文哲妈妈何瑞英接受三立54新观点访问，谈到民进党礼让议题，对总统蔡英文放话，如果你要自己提名以后我们都互不相欠。柯文哲事隔一日受访，有些语塞回应，没有谁欠谁，替国家做事哪有谁欠谁。柯文哲表示，我们每天做的事情自己处理，外面的事情无法控制，外界解读柯妈跟民进党撕破脸，柯表示自己态度一样，每天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。柯妈妈火力全开，不止谈礼让，更透露柯不排除选总统。对于柯妈咪现在不用把话说那么白回应选总统一事，引发外界联想，柯回应对我来讲把市长连任才是最重要，想东想西干什么。柯妈妈上节目发言成为话题，柯感叹不要出来受访就好了，但也了解这就是父母疼子就会回嘴，透露未来会请柯妈妈别再上节目，也将请市府控制让柯妈不要出来。台北市长柯文哲，图记者林静民社，记者卢官飞，林静民台北报道。台北市长柯文哲妈妈何瑞英接受三立54新观点访问，谈到民进党礼让议题，对总统蔡英文放话，如果你要自己提名以后我们都互不相欠。柯文哲事隔一日受访，有些语塞回应，没有谁欠谁，替国家做事哪有谁欠谁。柯文哲表示，我们每天做的事情自己处理，外面的事情无法控制，外界解读柯妈跟民进党撕破脸，柯表示自己态度一样，每天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。柯妈妈火力全开，不止谈礼让，更透露柯不排除选总统。对于柯妈咪现在不用把话说那么白回应选总统一事，引发外界联想，柯回应对我来讲把市长连任才是最重要，想东想西干什么。柯妈妈上节目发言成为话题，柯感叹不要出来受访就好了，
但也了解这就是父母疼子就会回嘴，透露未来会请柯妈妈别再上节目，也将请师傅控制让柯妈不要出来。台北市长柯文哲，图记者林静民社。